encanta.
我终于明白到最珍贵的海洋宝藏，其实就是学识尊重海洋。我们不如和尊备海豚、加州海狮一起来开 party 啦！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好像我咁，更加爱护和珍惜海洋里面的所有生物，一起来同心护海洋，向零海洋垃圾进发啦！保持社交距离，大家也就放心了。